兄弟们，接上期视频，我不是被这个单子 ID 两喷子嗜血反杀，因为人家拿都是喷子，经典维克多根本就招架不住啊，所以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。紧接着我就立马开启了下一局游戏。嘿，兄弟们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我又赚到这个单子 ID 了。以上一把的形式来看，这个单子 ID 一命根本就不会去干枪，而是去别的地方扛毒收药。但以我的性格，那必须去科学馆干枪，多拿淘汰呀。跳伞的话是320米直接跳，这样落地会比别人快0.11秒。注意看，有人要跟我们贴脸，注意了，注意了，落地别回旋，直接拿枪。直接拿下两个淘汰。快看左上角有个飞，有，那是个人机。打完这两个人，科学馆也就没有人了，可以在楼顶看看火焰村那边的方向。在这边完全就不用担心被偷，因为这边的点位是非常好的。有多好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非常好。哎，注意看，注意看，有一个人要跑厕所里去了。好好好，一把马加枪法。哎，他出来了，他出来了。拿下拿下，成功拿到第四个淘汰。切记切记，兄弟们一定要把这个绳索给打掉，因为防止万一有人坐这个绳索上来，然后把我们拖了个 Timmy 知道吧。在楼顶简单的收到了2.5年，注意看，云顶好像有个人。没错，他就是一个人。听枪声悬崖，好像有个人在开枪，瞄一下这边没有。来到楼顶观察视野会更大一点。哎，注意看，有人要去山顶。M4一波无后座直接拿下，本场的首位埋汰王。哎，又一个人机，不是这个树也太挡视野了吧？拿下拿下，不是这把为什么这么多人机呀？注意看对面厕所又跑进一个，我去，拿下第八个淘汰，我去，这把这么不质量的吗？好歹也是赚到了一个单字啊。不行不行，直接摆一个 pose 压压惊。等我收完科学馆出去开车站点的时候，长生姐就剩下12个人了。如果这把不吃鸡的话都不加分，而且从开局到现在也没有看到那个单字 ID 淘汰人。好好好，我换刚说玩油脚的一个人嘞。来到火焰村山顶也没有人扎点，那我不是人吗？注意看，火焰村掉了一个空投。好好，我3连开机你居然不漏。哎，漏了。哎，你到底漏不漏啊哥们？好，他不漏。他放出来了，直接打嘟嘟。哎，不是，他这个走位是蛇皮走位吗？必须塞两个坤巴雷塞他坤巴里。啊天哪，哟我动起来你进大声了。好好好，2颗雷都没有炸到他，那就不用管他了，他也不会上来。看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人进圈。哎，下面也有一个空投，这你受得了吗？受不了一点啊！注意细节了，兄弟们，先等圈刷出来，看圈怎么给。OK， 成功的不在圈了，那我们直接把身上的一把枪给丢了，然后我们直接开车去舔下面的空投啊！我要 P90， 我要 P90。靠，居然是 AUG。 注意看兄弟们，这个单子终于淘汰人了，然后附近并没有枪声，那他到底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。回到山顶圈也开始刷了，我们把我们的怎么有人打我呀？那不用管了，把我们的维克多拿好，然后打好状态，准备开车进圈。不对，原地好像有人，直接打。不是，这个人的皮这么厚的吗？打了这么多枪都不掉。先不管他了，先不管他了，打好状态直接开车进圈。别撞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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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。不是，我都已经心里默念了都。哎，不是，这个单子怎么被别人给拿捏了呀？听枪声，那个人应该就在左边的山顶。下车先观察附近有没有人，没人先立马封烟。听脚步，上面有个人，我们先躲烟里。OK， 头上的人把对面的人给打了，而且这个圈是给上面的了，所以说我们必须立马封烟。不对，后面好像还有一个人，看到了，他就在石头那里。哎，直接拿下，还想跟我抢人头？换好子弹，立马封烟，往前面走。注意听，火焰村的人来了。哎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直接枪打。直接拿下，
听枪声，上面的也决出胜负了，换好子弹直接拔雷往上面走。他出来了，直接丢。成功出击。哎呀。